网络游戏再次泄露坦克机密数据，这次是法国勒克莱尔。据英国国防杂志网站报道，一名法国陆军坦克手在网络游戏《战争雷霆》的论坛上泄露了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部分机密手册，这是继此前英军挑战者二主战坦克泄密后第二次发生坦克数据泄密事件。《战争雷霆》是一款由 Gigel Entertainment 游戏公司开发和发行的专业载具类战争网络游戏，论坛版主很快删除了这些内容，但目前一些信息仍可在网上找到。感谢阅读。